谢谢慢慢帮我移向中间，最后擦中间的摄影大哥，修复免霜，增强中间，然后后面的摄影大哥也帮我看一下中间后面的摄影大哥，谢谢你。再来是我们的左手边的摄影大哥，可以再多说一句，左中间的左边中间，然后左边最左边的。非常斜的左边，对对，最左边，谢谢，非常称职的代言人，各个方面都看到了。好，最右边的也要好，好，等一下粉丝我们会让你们好好的拍。手边，分子小，好吸收。身边有手边，皮肤随时看起来都。然后视线慢慢帮我移向中间，中间的摄影大哥。奇迹复活草不容易。中间，然后再来左边，慢慢往左边。最后擦这一罐，接下来最左边、最右边的也要吗？最右边、最右边、中间、中间后面的，稍等我一下啊，稍等我一下。谢谢你，最右边好，中间后面的那台摄影大哥一枝独秀，他找了一个好位置，谢谢。好，那最右边的粉丝朋友们还没有拍到照，先左边还在拍吗？左边，先从最右边的粉丝朋友们，让你们拍个照。至少现在是很那个刚出场很静态的状态之下，我这边会挡住你们吗？你们是不是想逼死我？我要去哪？早安，九十八。好，中间的粉丝朋友们也有带相机的，你们也可以都拿出来拍喽。拍盘精华原意，中间好。身边人都说，大家现在非常的热情，皮肤随时看起来。虽然说天气有一点冷，所以大家一样外套穿起来，精华油可以吗？左边的粉丝朋友拍到了吗？有了吗？摄影大哥还有要补的吗？奇迹复活草修复免霜，增强肌肤能力。OK， 好，那帮我递一下麦克风。所以我们现在先请亚伦跟现场的所有人打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亚伦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吗？应该算好久不见吧，应该算好久，没有现场活动很久。对，因为疫情期间嘛，但是现在疫情稍微趋缓了一下，然后炎亚纶今天是以 BB Lab 的代言人来到现场，是，所以今天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来看你，然后他们也都用过了这个 BB Lab， 等一下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所有的保养的方式，他们可能会问你这样，好，但是他们一定很好奇，这个疫情期间没有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在家里都在做什么？我比较好奇这个球掉出来的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它一直挂在那。我希望是美金之类的啦。你说是100万美金之类的吗？對對對對，大家应该也想吧。然后反正风一吹，你们捡到就是你们的。啊，你也会去捡吗？我不会，我没关系，我不跟他们争这个。对对对。OK OK， 好。等一下，这个彩球也有另外一个用意啦。哦，等一下让你知道一下，好好好，也跟你有关系。因为是在这边蛮碍事，你说他会觉得这个一直飘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先提早把这个解决掉。我们先把它解决掉。对，好不 好？我们先解决掉这个彩球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大家会觉得很碍眼，是不是？但这彩球今天很重要，我跟你说，毕竟他今天是来看我们的，对，两个帅哥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只有你而已。我今天也是来看你的、啊，是哦，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大家今天是来看炎亚纶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以为你是来邀请我去上全明星。你确定你要挖洞给自己？没有没有，算了。等一下，大家记得问他这一题，他有没有要去参加，好不好？他刚刚已经说了哈，反正现在这个彩球呢，因为在中间，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，就对了。因为我们的 BB Lab 的品牌方有来到现场哦，他有一点小小的惊喜要给。有来临，早点跟我说，刚刚就不要那种搞笑了。他有来有来，那先欢迎我们的品牌方代表上台，好不好？欢迎，舒服的感觉。我们要热情的欢迎他，因为他们才有亚纶来到今天的现场。我品牌方其实也都是帅哥啦，对对对对，门面担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来到现场可以帮我们跟大家讲几句话吗？今天谢谢大家能够参加这场活动。那 BB Lab 很荣幸在这一次能够邀请到亚纶能够当我们的品牌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对对对，那。我插话会让你紧张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其实有一大段的台词。你需要看吗？给他，我帮他准备好了。毕竟还是要让他讲完嘛，对不 对？好，我先安静好了。好，你忘记了。好，你送你没关系。突然上场有点紧张啊。那其实 BB Lab 在日本已经成立20几年了。那他的明星商品在全球已经销售超过了数千万罐。是。对，刚刚就是主持人西西有帮我们简单做一些介绍。
Develo 其实在胎盘素里面是一个很有领导的一个品牌在日本。它的产品在研发的过程当中，它其实一直致力在用医学的基础当中来寻找一些高效安全 的成分来制作这个保养品。对，而且我们 BBLab 在1997年其实就已经成立了，然后他们在研究的地方，他们是在日本的鹿儿岛，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环境。因为其实胎盘素这个技术啊，它需要很多层面的关卡，包含你的冷链技术、卫生，还有你的提炼的方式。对，所以在这一方面 ，BB 其实已经研究很久很久很久，所以才有办法把它浓缩成一罐小小的，然后让你每天不用花很多时间，就可以让你像我一样帅。是吧是吧，是这样吧，品牌方有点紧张。那因为就说是就好了，提前上场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把大家收集一些，到底是不是美金啊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是你最爱的东西哦。真的吗？好吧，那你们麦克风给我，然后你们先给我们媒体大哥拍个照。好，中间有请。那我就要 Q 吗？可以再多 Q 了，你们就拍咯。来咯，三二一，好啦。我是炎亚纶最爱的红裤条。我有最爱吗？就是最适合现在出现在这个。这到底什么时候会从我生命中消失？我品牌方总就溜走了。他看到红裤条，他也慌张了。你这个是那个不负责任。我想说我任务结束了，怎么会有一个红布条出现在这里？是是是，这永乐市场最近生意不错哦。是这个红布条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此代言人是金钟得主。家里不能挂，我们今天就挂在我们的信义 A13的广场。我真的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等一下有人想要这个布条的吗？让你们带回家挂在家里，有没有？你真的要是不是？你们家管委会管那么松啊？拿走了就要那个喽，就要挂了。那摄影大哥要不要拍个照？我们这个也要拍。好好好。哎，他们看到红布条，一起，这个看到红布条会很兴奋哎。那你麦克风给我，麦克风，肌肤防御力，抚纹紧致，同时到位，给我自然舒服的感觉。这个非常重要的红布条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在炎亚纶的生命里面。再多说一句，我猜到2022年应该都会一直看到红布条，有他的公众的场合就会有红布条的出现，好吧？所以粉丝朋友们，你们现在知道要带什么东西会引起他的注意了。好，你们现在手上都有是不是？那你们手上写的是什么？此人是金钟奖得主是不是？ OK OK， 好，早安，可以吗？中间再帮我们补一下。中间先插这一罐胎盘精华原液分子好，可以吗？左手边还需要左手边下面，左手边帮我看一下，中间正后方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而且不给他讲话，有没有？好好的享受一下。此品牌代言人是金钟得主，好不好？下次我觉得可以改成英文版的，我们可以更国际化一点，这样就不会一直看到中文。中间可以吗？中间的摄影大哥大姐，中间正中间的这台黄色相机的，先帮我们看一下中间。分子小，左边下面可以吗？面都是我分放这。好的，我们这个红布条要收走了。好了，快拿走！它降下来，它居然会升降！我的天哪，好时髦啊！哪里时髦？哎，好了，那个待会我们会抽出。粉丝不要乱抽奖。好了，先聊一下正事。刚刚有在问说疫情期间在家里做了哪些事情？做了好多事哦。拍影片，包括回留言，看全明星运动会。有吗？你有看完吗？我有看啊。你确定？因为我们那个是真的，你不要考我太细节啦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参加全明星运动会啊。对啊，你去是真的要素颜的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素颜，只有一个人化妆，那个人是我。好意思，所以你如果真的有考虑要参加这件事情，没有，我只是讲讲啦。对，不是，你现在皮肤已经保养得很好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可以啦，但是我好啊，好吗？是不是？你们等下自己问他咯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疫情期间在家里保养这件事情，大家一定会很好奇，说你用了哪些东西在保养？其实我这一阵子真的有一直不断的推荐给大家他们的胎盘精华原液，对，因为这个原液其实
很简单的使用，而且你会发现它马上就会吸收。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到过，而且我的现在还在冰箱里。哦，对。放冰箱冰冰的，虽然现在冬天，但那一阵子刚好刚代言的时候是夏天嘛，对，所以你其实皮肤还有一个冰镇的效果，对，没错，然后再加上它真的是马上就可以吸收，让你每天比如说你痘疤的修复力啦，或是你一整天操劳的那个皮肤的状况，很快就可以得到一种缓和跟修复。所以你在家每天都有使用吗？我每天呢，那个几乎是每天。而且你这看起来连脖子这边都很紧实。没有啦，那个对，都有使用到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所以一天大概是一罐的分量。没有，没有那么多，是不是？你是拿来喝是吗？感觉很保养，而且代言人应该要多少瓶有多少瓶吧？对啦，但是其实这个成本也蛮高的。对。所以跟他们要的时候，我多少还是会害羞一下。OK。对。但反正有很认真的在使用。有，非常。认真的使用、然后建议大家也可以搭配他们的洗面乳一起用，因为我觉得清洁是保养最重要的第一步，对，像我们去运动啦，或是平常有在健身习惯的人，尤其是现在其实空气也是比较多悬浮粒子，对，然后毛孔很容易阻塞，对，对，所以清洁是第一步最重要的。而且你回到家应该先卸妆洗脸，然后就洗澡，对，然后看看留言，看留言，然后回留言，然后打开 Netflix， 算是蛮细节的。疫情期间在家里也是很忙，就对，蛮忙的啊，还要想一些有的没有的，比如说写写剧本啦，干嘛的。我现在也开始创作，要创作这些东西，所以接下来会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吗？接下来等这个公车过再说。他们要来接大家，等下下班要回家，要搭公车，好不好？会啊，会有一些作品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。但是因为刚刚聊到这个胎盘精华原液啊，其实他们家的 Vive Lab 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商品嘛。没错，如果是现在以现场的粉丝的平均年龄是21岁，这样可以吗？21岁会太大吗？我怕他们打我，有没有？21岁应该差不多。有更小的啦，有更小的，有更小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他们平均好20岁好，你有没有推荐他们可以使用哪一个商品？哦，20岁因为皮肤正处于就是精华的这个年纪，对阶段，所以其实不太需要过于营养的保养品。所以先推荐大家洗面乳好了，奇迹复合草的洗面乳，就至少先把脸洗干净。对，先把脸做一个局部的以及平常惯例性的这个清洁之后，再做一些。你们习惯性的保养，所以这个也不分男女生嘛，就是都可以使用。对，而且夏天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会曝晒自己的皮肤在太阳底下，对，那我觉得太阳底下对皮肤的伤是最厉害的。对，皮肤科医生都会跟我们说，防晒最重要。所以啊，但擦完防晒之后回到家卸掉防晒这件事情也很重要。卸完之后我就要讲，又是回到胎盘精华原液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用，就是可以交替的使用。没错，有没有上妆或有没有卸妆，其实回到家基础的保养就是这个胎盘精华原液一定要使用。对，那化妆前呢？你今天？我今天化妆前哦。我今天化妆前是化妆师帮我化妆。有没有先保养啊？一定会先保养。然后化妆师会用那个他自己用的止用面膜，然后帮我用一点精华原液敷脸，敷个大概15分钟左右。很花成本呢，而且但是我觉得胎盘精华原液可以拿来敷脸之外，还有一个奇迹复活草的精华液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其实也算是化妆水，也是精华液。如果你真的没时间啦，你就用这个化妆棉敷在你比较容易出细纹的地方，比如说我很爱笑，就是鱼尾纹蛮多的。你说眼周的部分吗？对，眼周的部分，就是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，你就要开始注意。所以大家有看到炎亚纶眼周有细纹吗？有。没有。粉丝都是盲目的，没关系，算是很诚实。因为从小就是笑就会有这个鱼尾纹，但不会了，我觉得这是岁月的历练嘛。没有，这是哦，好，谢谢你，给你时间送你最好的礼物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访问，不要按喇叭，不要跟车子对话，不能吵架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今天在现场难得可以跟大家见到面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后一题，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好奇说，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时间其实都很长，对，带妆的时间其实也很长，是这样。那回到家除了做了这些保养，你有没有一些吃的或是喝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啊？吃的跟喝的哦，喝水有多少 CC 数吗？啊，喝水比较复杂一点，要用你的身高体重去算。那你大概是？我大概需要1800多 CC， 只要1800而已吗？1800，你看我的身高是大概2000，差不多。你是比我高一点啊？
一点点吧。哦，对对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俩现在在台上闲聊，大家很闲话家常，没有见到面。对，所以喝水是基本的，喝水是基本这样。对，然后吃呢？吃啊，我其实没有太忌口。水果有什么每天都一定要吃的吗？我们为什么聊这么细呢？没有，因为大家对于你的保养很好奇啊。哦，你们平常会吃什么水果啊？火龙果。火龙果。柳丁。柳丁。你是不是没在吃水果？哦，好像最近比较少。也没在吃青菜。我都在吃一些灵芝精华片。所以大家下次给亚伦探班的时候，可以带一些水果给他。对对，牛樟汁那些比较高级的补品吧，麻烦了。六年人参这种的吗？一定要长得像人的那种。有吗？有听到了吧？毕竟他需要那个食补，因为他没有空那个好好的照顾自己。如果你们家刚好开中药行，也可以找我代言啊。顺便喊话一下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反正今天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，就是亚伦在家里保养的过程嘛。对。然后吃东西的方面也是，喝水也很重要，也要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。还有一个最重要了，保持这个开心的心，愉悦的心情，愉悦的心情。那你是怎么保持愉悦的心情？就是偶尔看一下别人的新闻，笑一下。最近看到的是没什么，没看到的。最近新闻比较淡。所以最近新闻比较淡，就是没有在关注，没有关注。今天应该就会有了吧？炎亚纶可能参加《全明星》第四季，这样吧？或是那布条又出现？你说热情邀请你参加第四季，这样？对对对，如果然后又是此参赛者是金钟得主，如果你参加又得金钟奖，全明星很难是里面的人得金钟奖，因为它是一个整体节目的呈现啊。对啦，也是这样，因为是团队跟团队嘛。对对对对。但是如果有主持这个项目的话呢，蔡尚华应该会让出他的主持棒。没有，因为江宏杰已经输两季了。如果第三季他再输，你要不要接第四季的领队？小杰，没有，我只是询问。拜托，那个不要发讯息给小杰，我怕他会杀我。小杰是我的粉丝啊。是吗？所以现在说不定可以带班领队，可以吧？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不然他太辛苦了嘛。对啦，以不同的那个角色去。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去迎接一个新的恋情。天哪，今天太荒谬了，我的天哪。你在聊吗？拜托，请剪掉这些整段都剪掉，这样好不好？好了，反正今天稍微了解一下，然后刚刚我们的品牌方也上来做了一个代表嘛。但是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啊。好，这个小小，那你先背对。刚刚那个还不够是不是？那个还不够，那个布条很小一条，我们要准备更大条的。其实心脏没有那么好。对，好，你先背对一下，因为那个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我们的亚伦，这样子，让我们欢迎你的孩子啦，你的孩子来帮你庆生了，好不好？你的孩子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 A 级战场的玩家们，欢迎！哇塞！哇！他们很认真的要帮你庆生啦。好，那大家有戴那个生日帽吗？等一下可以戴起来，好不好？刚有发给你们生日帽，然后先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大哥，大家视线帮我统一一下哦。中间黄色的这个摄影大哥，可以吗？中间右边的帮我看一下右边。大家都有看 A 级战场吗？好看吗？有没有想去参加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不起。左边，因为他们太辛苦了啦。左边，可以吗？右边的还要在左边，最左边的再帮我看一下，最左边的，最左边的帮我看一下。最后面的，中间正中间后面的，可以吗？都可以了，好，谢谢。哇塞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玉成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杰明。杰明，大家好，我是。好，嗨一点好不好？哇塞，自己的粉丝团还没介绍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，他还没开始啊，就多玛德克拉塞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承恩。大家好，我是哲伟 Weber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伯安。伯安，好，他们今天非常的用心，就为了帮你庆生，还穿了打歌的，对，还装法，还装法有没有？就是基本上是已经可以知道是亏钱的行程
那应该先问一下，你们妆发完，等一下要去哪？去逛周年庆吗？没有没有，等一下有一个演出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刚好在附近，有补回来，有补回来。OK OK， 那你今天来帮那个亚伦哥庆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跟他说一下？有有，我们每一位都有准备祝福。我们先从玉成好，该不会是打油诗吧？喂，亚伦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哦，天天开心，然后打游戏场场赢。好。算是有祝贺到心坎里吗？对对对，最后一句蛮私生活的部分。我的话就是因为亚伦哥今天拿了金钟的主持人奖，是，所以祝亚伦哥未来把另外两金拿下来。好、啊哦、哇塞，算是很大的愿望、okay、但希望可以压力蛮大的。接下来请问祝亚伦哥生日快乐，颜值第一，亚洲最最帅，人气旺旺旺。好，谢谢。后面的压力会不会很大？我压力，我听的人压力比较大。要不一样的，要不一样的，不能再生日快乐了、啊。可以讲一下吗？好，亚伦哥生日快乐，然后祝你用了 BB 类之后，天天气色都很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欸听生日愿望的人真的很尴尬，必须的、啊，他们就是想看你尴尬。我现在开始流汗了。刚刚都没留啊，最后一个。好，亚伦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身体一定要健健康康，才能继续成为我们节目二三季的主持人。好，突然之间有一种想要搬椅子在中间坐，然后照全家福的感觉。其实还不错，我觉得是是。但他们至少很用心啦，对啦，就是很诚心的要祝你生日快乐。蛮开心的。那你自己有什么生日愿望吗？我没有哎、欸，没什么生日愿望。今年没有生日愿望。我只希望大家都开心就好了。有要再得一座金钟奖，那是当然的，那个不是，这不是愿望，是平常的愿望。平常要做到的事情，一定要做到的事情。OK， 好，反正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玩家们来到现场，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用心。但是因为你们刚刚在后面也听了很多，玉成是不是越长越高啊？有吗？你到底塞了多少？你干嘛给人家讲出来啦？他们很紧张，第一次算是第一次跟这么多人一起见面嘛，对不对？第一次，对。你有什么考验要给他们吗？考验还不是来一段跳舞？不是我说的，真情简单。真的假的？你 OK？ 有准备卡拉吗？好，那让你们准备一下，先问刚刚那个，我们刚在这边访问了这么长。刚刚亚伦哥介绍了很多 BB Lab 的商品，这样你们自己有没有听到哪一个是你觉得很喜欢的？我自己是那个胎盘精华原液哦，胎盘精华原液，因为我自己有在注重保养，有看得出来。对，然后因为胎盘精华原液它是可以防止老化，那、我在我们这个团是年纪比较大一点，所以蛮有兴趣。基本上他们大家都还。基本保养做好就好了。对、啊，他讲防止老化，看着我们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可以看前面，没放空，可以看摄影大哥，我觉得不要一出刀就得罪了。对啊，眼神不要随便乱瞄这样子。但那个你们的经纪人非常的热情，但是我觉得你们也算是第一次在外面一起见面嘛，对不对？算是第一次，对。有什么感想吗？看着他们今天来到现场。其实昨天是播到出道前的。前一集，然后我觉得他们能够到最后十强都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一路上面看到他们一从完全不懂怎么去掌握舞台，然后或者说不懂怎么在团体当中相处，然后现在成团了。我相信在这一个越密集的训练下，大家应该都有所成长嘛。其实真的还蛮希望看到他们再跳一次舞，因为其实他们里面有好几个人。魅力都很够，对，所以这一点是我可以在节目当中，我也向他们学习的地方。不是你就是大前辈了，你没有啊？学习这件事情学无止境。OK， 对对 对， 对。所以待会他们跳一段，你也会跟？等一下我不会跳一段，我会跳一段是。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拿躺椅在旁边。不是他这个就很难挖洞给他跳，你知道？太厉害了，我的天哪！所以音乐可以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们认真？可以吗？哦，等一下，还没，是不是？还没。但这个地有没有平啊？哦，你们可以吗？你们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一定可以。我好像说他们要采衣娱亲，有没有？对，生日嘛，要献舞一段，祥狮献瑞一样。对，那你们今天来现场之前，你们会很紧张吗？我觉得不会，我就是很期待今天可以跟大家见面。那你们待会还有一场活动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在哪里啊？在我们的水舞广场。水舞广场在哪里？在哪里？
要讲清楚，因为待会在麒麟一旁边。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等一下会去，是不是？哦。是好好的，我们两个到底是有多孤陋寡闻？我想说，水舞广场跟水源剧场有没有关系？我讲啦，不一样啦。那你呢？为什么你？哲伟为什么很紧张？会有一点小紧张，因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在台下，然后又可以跟祝亚伦哥生日快乐这件事情。主要是祝我生日快乐，是不是？月老要看了哈。哎，这广告打的。很刚好，有没有？所以，在摄影棚看到亚伦哥，跟在现在活动看到你，觉得有不一样吗？都很帅，这是当然的。就是我能在这个演艺圈这么久，也是靠这张脸。那私底下呢，有没有可以爆料一下？就是私底下不一样的亚伦哥有吗？我觉得私底下蛮温暖的，就是亚伦哥从第一集就会记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。对。柯震东，我们知道了哈。好了，震东可以了，震东，我们知道了哈。很热情的在那个宣传当中了，好不好？就承认，然后嘞，你刚刚说私底下很温暖，对，不要讲很官方的，我们今天都来到现场，认真就是，其实就是跟一般的不太一样，就是觉得他有被打扰到，对，我们可以继续有被打扰，对，就是会看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要哪里调整，就会一一来跟我们解说，然后跟我们讲说哪边要调整，然后杰明也很有感触，对，因为其实，在节目中后，那杰明你今天眼睛很肿哎，你干嘛给他讲出来啦？今天有一点略早啦，对还没消水肿，太早，你讲，就是在节目中后期的时候，我自己有陷入一个低潮。然后那时候亚伦哥有注意到，而且我那时候是真的低潮到不行，我亲自找亚伦哥私讯求救。嗯，对。然后他有回你吗？有啊，我跟他聊了快3个小时。天啊，你疫情期间很忙。所以我为什么不去参加实境节目？是因为我会很用心。OK。对，我会用心到我自己没有极限这样。好，我会帮你写推荐函。先不要。好了。也很慌张，但音乐一下，他们就知道他们要做什么。是，好了，真的。在我的带领下才艺界部分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我觉得蛮棒的。 OK 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今天也算是他们那个暖身一下，因为他们待会还有别场。每次看到他们跳完我都自己很想跳，但都被跳吗？都被公司阻止，被阻止了。我好像挖了一个大洞哈，对，其实不好转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跳过这一段好不好？跳过这一段也是一种跳 ，you know。OK， 好，辛苦你们了， okay, 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现场。